狙击团带来这首好看的《上花轿》，有好看吗，阿妈？有无？阿公有好看无？来拍一个破一个。哇，今日看到阿公阿妈在家是足欢喜的，你知影无？来，高高的树上结槟榔。哦，我请问阿公，你捌食过槟榔无？你捌食过槟榔无？八了，你啥物时阵食？一粒尔哦，啊，少年时阵有做好食无？唔捌食哦，啊，你感觉食槟榔有好无？哈，有好无？那会好对无？食槟榔吼，对嘛吼，啊，对身体嘛好好对无？所以我们拒绝吃槟榔，身体在健康对无？所以讲，阮今日呢，嘛请阮一个快乐伙伴的向日葵哦，因要甲阮唱一条最好听的《采槟榔》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来，金龙沙趴下趴一下。